下面都也有，只是说他有些会不上来。我呢？叫我静音。然后这样子叫结婚，你们换可以，先不要装那么多。要是在结婚，同学今天都有窝窝加分哦，全部都是有窝窝，那这次我要窝窝呀。啊，今天你吃的什么粉丝菜啊？哈，我吃好。同学，哎，同学，这菜哦，你带几个哦？你带几个包哦？啊，吃出来的菜哦，我吃完哦。这样再走，就好像寻找一个最远的。不要要走，不要再去啊！来呀！我要到田尾哦。我要到台北啦。我想要去啦。我要花莲。可以吃吗？刚走了了，你可能你前面不会吧？慢慢来哦，等下翻没关系。哇，人气的。哎，老弱妇女优先呢。看看你，看你，看看你壮观。慢走。上去。好，上去。这个哦。慢慢的够紧，啊，检查一下，啊，看看有会不会松脱。我要穿。哦，扣好。哎，底下一定要绑，不然它会浮起来。你碰到水的时候，上一次我亲身体验过，下去把它试。很会游泳的，你不见得会游泳哦。哎，就是底下一定要拉紧就对了，它才不会被浮上去，有没有？碰到水了浮上去啊。